Hello， 各位早安，今天是礼拜一早上，然后今天突然天气变超冷，我整个把冬装都拿出来穿了，没错，但现在有点热，刚刚走楼梯下来有点热。好，然后我现在呢要先去业主那边送发票，等一下就要去公司，就是我们中午还有一场新的影片要拍，然后我上班还没有把麦克风充电，但应该够用啦，所以就是要准备出门啦。礼拜一下班了，中午拍完片之后，下午就接着开会，然后把一些代办事项完成。然后刚刚下班的时候，还跟一个很少见面的同事稍微聊个天，所以到现在8点多才要回家。没错，然后我们家昨天吃麻辣锅，我整个痘痘整个暴涨，等一下回家应该还是麻辣锅。礼拜二早上，今天是一个多层次穿搭，然后我长了一颗超级大的痘痘，昨天就有了啦，只是它今天整个大爆发。今天还要拍片耶，这个长相 OK 吗？没错，今天就是一个日系混搭风，七彩缤纷。然后各位，我刚刚要骑车的时候发现我没有拿机车钥匙，我机车钥匙跟家里钥匙绑在一起，所以我今天没办法骑车出门。刚刚想说查一下 Waymo， 但附近也没有 Waymo， 所以我打算就把我安全帽放在我家楼下，坐捷运上班吧。雨突然变大了 ，QQ， 幸好我有带外套，还勉强可以遮雨。这样，今天早上整个很狼狈耶，还没开始上班就遇到这么多不顺的事情。这样可以，啊，脸会不会很黑呀、啊？就是那个顶光，黑吗？就是有很奇怪的阴影之类的，还好。我觉得有一点问题。你要问我，让我回答，是吗？好，那你问我回答。好，3、2、1跳。耶、yeah! ！好的，那第二个点的话，就是我们的秘境鸡蛋糕啦，叫做01鸡蛋糕。是的。现在因为呢，我早上没有带钥匙出门，现在只好选择骑 Waymo 回家，不然搭捷运实在花太多时间了。今天呢，在公司就是又拍了一支新的艺术家访谈影片，然后我这礼拜已经连续2天都拍片了，我现在有点拍片恐慌症还是拍片焦虑症，觉得哦，讲话好累哦。Hello， 大家早安，今天又在同一个地方开场。今天终于有带钥匙出门，我可以骑车了。你的多多老师已上线。感觉快断线了。已经离线中，多多老师离线中。多多正在做我以前每天都在做的事。没错 ，Hello 大家，现在是晚上，难得就是在办公室待到最后，因为最近我都还蛮准时下班的，然后因为最近突然又变得很忙了，所以就临时加班一下。然后想要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我在双十连假的时候啊，就是有买了那个键盘膜，就是因为我前阵子买新电脑嘛，然后我发现我的手超容易出油的，我就觉得哦不行，一定要买键盘膜。但是就是在大家以前常买键盘膜都是那种果冻的材质嘛，就是比较厚，然后我觉得打字起来就是变得很不顺。后来呢，我就一直爬文，找到了这一款，它是说是 TPU 的材质，然后极薄哦，真的是极薄，薄到我现在拿不起来。反正它就是说这个是 0.1mm 厚度的，然后反正也才50块，我想说被雷到就算了。今天刚好到货去拿，发现哦天啊，真的超好打的，好，我要把它撕起来。它真的是薄到一个不行，超级薄。对，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的电脑这一代的键盘很好打，可能也是其中的原因。但是它真的是薄到就是不会让你那个键盘中间的那个高度影响。就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我在讲什么。没错，就是它还是可以保有打键盘的那个哒哒哒的感觉。然后我刚刚一发 IG 之后，超多朋友问我跪求连接，然后我就开始跟大家广为分享。没错，那我也会把就是这个卖家的资讯就是放在影片旁边，还有资讯栏，大家就是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买。大家刚刚呢跟大家分享完我的键盘膜之后，然后为什么我现在还在公司？因为其实我买了键盘膜之后，就是我也有买那个萤幕贴，然后我刚自己贴超顺利的，但其实贴蛮久了啦，大概贴了大概有40到50分钟吧，就是一直在那边刮泡泡。
那现在就是要把它来撕起来了，爽！这外面这层，哇，我贴的真好，赞啦！好，这样 OK 哦。我想说他们两个人进来，可以从我左右边进来。哦，所以你要再过来一点。那他有可能一个就是要蹲着。好。好嗯。不然他们蹲着。OK OK， 好的，那听完朱尊的分享，那接着我就要来访问这两位我们这次展出的艺术家了。好，哈喽大家晚安，礼拜五下班了，今天晚上跟我两个高中姐妹约吃饭，没错，然后我现在在西门，就是我们约了一间叫做我背后这间应该叫乳餐小酒馆、小餐馆，反正就有点类似台式的居酒屋，然后里面的东西看起来很好吃，又蛮便宜的。等一下进去再跟大家分享吃起来怎么样。那我们为什么会找这间呢？就是找一个我们工作跟住家的中间点，因为我们大家住的都很偏，然后下班地方又都差很远，所以最后就选了西门这个从学生到上班就是一个不败地点。好，然后我要来等我朋友。刚有一个先到，结果他去错另外一间了，超好笑的。原本以为我会迟到，结果我是准时的。然后另外一个还在赶路中。耶、yeah, ，觉得好吃吗？还不错，超饱的，我觉得它分量超大的。我们直接点那个鸡翅直接卤味，饱到一个不行。一个人大概没有点酒的话，大概五百，点个酒大概700吧，而且700是吃超级饱的那一种，吃到吃不完。打包，哇，蓉蓉说要拍一个合照，所以我们现在来拍合照。阴雨绵绵的礼拜六，刚刚决定去剪个头发，回到秋丽短发了，也顺便来虾皮取货。之前在双十连假的时候买了一些美妆用品。今天是礼拜天，周末来文学基地摆市集，然后这个雨真的是没有再放过我们的，有够大。